我可以只提供健康保险给管理阶级的人吗？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每一个保险公司的规定都不一样。有的保险公司愿意让你只提供健康保险给管理阶级的人，有的保险公司是不可以的。如果今天你一定要提供健康保险给管理阶级的人，必须要出示以下的相关文件：第一，薪水要有明显的区别；第二，公司要有一定的人数；第三，公司要出示相关文件证明每个人的职称。